又不，是 Eddie 的吗？那个里面预知上面有东西哦，那我没有要用了，那我没有了，我只有一个实验。我一起吃啊，我一个玉米蛋饼，有有好吃的，要来一块吗？好啊，我再来吃，我先吃完了。钱？啊，这不是自费钱吗？这是自费啊，自费啊，这段是自费啊。没有啊，不是都一比较一起算吗？算上钱了，他没算钱啊，对啊，干嘛算一波啊？你算最快啊，不然。根本都没付过哎，啊！所以我才说你赚最快。多少钱啊？60，哎、欸，70啊！你点什么东西？怎么点什么东西啊？170啊！没有了，70，我点面啊。啊、哦！点个面也要问那么精，那么详细哦。不是啊，那怎么买那么贵？又是你老爸啊！对啊，这个不是才20块而已吗？传统的位置啊，啊你刚刚问的好像我会买车一样。70，那你选配什么？70。你是顶配吧？为什么选配？不是啊，早餐那不是吃铁板面？早餐超70块，你是吃怎样？两个蛋饼一个？没有啊，铁板面本来就差不多这个价格。是啊，我不会点铁板面，因为我觉得铁板面。你只要什么都不会，又讨厌我，又不会点，妈的！这世界上你讨厌的东西还蛮多的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刚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好，每次问你怎么，蛮好不喜欢的。没有好吗？毛超多的。那你昨天自己有睡饱吗？我妈还好哎。你确定？我看你睡到翻过来。你最好是没。他们专门在晚睡吗？肚子翻过来。翻肚啊？睡到肚子在翻过来，感觉很爽。你说很暖吗？感觉很爽，整个翻肚。那你昨天睡好吗？昨天睡到4-5点的时候，就有个人手机一直响。除了那件事情以外呢？我只以为是我的手机，我想说怎么可能呢、啊？哎、欸，那谁会赖我？昨天2点睡，那你5点起床啊？对啊，但你只睡3小时而已。对啊，哇、wow, ，好屌哦！你叫到天亮啊？我没有啊，快加差不多啊。这是半度尾猪哎，5点多起，哎、欸，几点的时候我翻眼看眼睛这样的。或者看一下 A 里在干嘛？你看我干嘛？干嘛、啊？因为我怕你又在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。他偷看你嘞。对啊，再看一下。偷看一波哎、欸。你还在？你没事。你是把被子拉起来看的，我偷看到。那跟上次在马拉湾看奶事件一样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你那时候真的是那边有个东西，然后我想说要跟你讲一下是什么啊？鸡块，大鸡的皮啦。对啊。大鸡的皮啦。但皮肤就这么白，然后有一个黑点在那边，就看起来很奇怪啊。妈看奶瘦，妈好心提醒你还被这样子当成性骚扰，好笑。我知道你懂肥宅的感受，那他们没有恶意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他们只是想要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你这边有个污点，然后这边有什么告性骚扰？什么污点？那个啊，那些肥宅啊，不是有时候会跟那个辣妹说，哎、欸，你看你这边很像有点，然后辣妹就说变态，给我走开。其他只想刚想说他这边有什么，他如果换成金城武嘞，他就。给他交帮检查。对啊。什么啦？你们这里什么幻想啊？那有吃饱吗？要不要吃我的司康呢？哦，对啊，对，吃你司康，快点。肯定要开很久，就是会拉肚子的。你不敢吃？我吃过啊，先给他们吃啊。我吃过司康了。那这个小饼干，我真想吃这个酥饼。嗯，这什么侠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就被压到啦、啊！你们要不然赶快吃，我拿的时候就酥饼啊。我先跟阿杰做的司康，全手工，阿杰的店，手工制作。妈呀！阿杰杰高手，快点阿杰的店，快点阿中吃，要不要吃这个？阿中吃，阿中吃。哎，这个真材实料。快拔！没有毒啦，你们放心啦。会这样觉得没有坏掉吗？真的放久。怎么样，阿忠？有模有样。真的吗？真的有模有样。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种？嗯、我就说我已经是你喜欢的那一种。哦，一颗多少钱？30块啊。可以啊。我觉得太便宜嘞，通过一颗30块太便宜了啦。可是外面真的卖一颗30块。没有，那个产品那边台北产品
可以摆啊，一颗五十吧。我觉得它那个可以一颗五十到六十，这这么大、啊。你懂啊？而且它的成品都超小的。你妈30块，妈太便宜了，做心酸的。我想要做小的。谁阿东可以吗？是不是你爱的那一种？特别干。蛮干的。很干。哇塞，阿蛋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吃过食堂。那你觉得好吃吗？很不错，可以吃面包。这是面包。面包不是吗？那是蛋糕，也算了，是糕点类。阿蛋可以，还有这个。就是不同的，嗯，对啊，还不错吃啊，对不对？那不要太难。可是你的表情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哎、欸。这、啊、伯爵茶，伯爵茶应该没有。你最爱吃的是什么口味？那是原味。原味。原味啊。原味不好吃。还好吧。你刚刚不是说好吃吗？给白。如何？这样好吃吗？Hello， 在线吗？这个怎么好像比较干呢？嗯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比较干，这比较干的，因为它那个啊，它没有葡萄干那些东西。你要回答不出来，因为不是你做的。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它外包啊，它是都买的吧？它有加茶叶，才会吸那个水分太多。我看你走进直播间，天天香面包店。然后拿一张地，就逼货啊，15块一个，卖你30块。可以拿给他，然后一个7.5块，再然后刚刚说卖5块的，你不太敢接受。你就太赚太多。天天香面包店是什么鬼？我想先吃这个哎、欸。是2020版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個、叫什么？节节高升。布列塔尼酥。布列塔尼酥饼呢、啊嗯？我试看看，这我没吃过的品相。这是用烤的吗？要烤很久吗？有，那就有茶，它有茶叶，我直接放茶叶进去、啊。掉、哦，所以它会吸那个水分。真的啦，真的。阿杰手做，杰做，很脆哦，要拎一下。哦，它那好甜哦，很甜。我觉得它那个比芝康好吃。哇、啊，这芝康好吃啊！啊，我觉得那个比芝康好吃哎、哦，这超好吃的，这超好吃哎。这真的很好，你们一定要试试一颗，因为我比较重口味，嗯、我觉得它这个刚刚好，甜的刚刚好。我吗？我家嗯，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福建那个芝康，会吗？我觉得不是超好吃，但那个比较干。哎、欸，你这是超好吃的，好吃的吧？芝康还好吃的，跟你讲真的超好吃，这是我吃过你做的所有东西里面最好吃的一个了。因为比较符合你的口味、啊、，including 什么柠檬塔，再加这个棒蛋糕，再加芝康。这个是你做最好的，你在外面买的吧？没有，这是我真的自己做的。你是面包店批发的吧？真的超好吃的，真不相信呢、欸。真的天天香哎、欸。嗯。哦，它这个超好吃的，你吃好吗？好吃。这跟 butt 差不同的。哇，这我会买哎、欸，最口感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它是怎样口感？它不是这么脆，它不是酥的，它不是这么酥。它是怎样扎实哦？因为布列塔尼就是要酥啊。它有点像这个，然后再加上有点像凤梨酥的外馅的一些弄、哦，对，但是没有这么酥，所以你完全是不同的。啊？可是正统就是怎么样？正统真的正统是那个味道，真的。你去问那个啊，做烘焙就知道。就有一个那个月饼里，嗯，叫 butter， 然后那时候我不是有拍两台。我觉得应该是有夹馅的关系，所以才口感差有差。嗯，哦，带有点咸咸的味道，因为它上面有那个蛋黄，然后中间我有塞那个海盐，很怪，我就喜欢冻蛋糕，他做冻蛋糕，你这个背台词背多久？没有啦，真的啦，店家给他的，真不错哎、欸，那个，这我吃过它最好吃的，它的口感真的有点像凤梨酥的外面，那一个卖多少钱？但它蛋香跟奶香还蛮重的，30啊，所以大叔吗？有大叔吗？真假的，输这么多，啊！我看是新台北买给你，我真有点失望。什么东西大叔？我都没发我到。我跟一个很有名的品牌 PK， 然后结果大输一场。那没关系，你又没名。不是啊，既然输这么多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，我自己觉得这是我也是做过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，然后结果还输这么多。我觉得可以上市嘞。啊，我觉得不行哎、欸。他觉得可以上市，会吗？我觉得我信心有被打击了，大概我觉得那饼可以直接上市的嘞，是
吃啊，有人说超难吃的。好像超难吃吗？我觉得超好吃的，我觉得超他妈好吃的。哎，你店什么时候要开？没有开啊。我都在追问你一波。没有开了。干嘛？自信心受打击了。被打击。对。我还在延个半年吧，我想。不要再延了。再做那个研发，再做半年。一延再延。对啊。再半年时间。你研发成本太高了吧？还好啦。这其实自己做自己吃就觉得说还可以，因为自己吃的时候就很爽啊，然后吃完之后再做，做到自己觉得真的 OK， 虽然我觉得做的蛮好吃的，我觉得不错啊，不行啊，我觉得给太少人试吃了，我应该得给多一点试吃，对不对？不能说我跟你觉得好吃，应该要给至少要给50个人吃过吧那类的。不会啊，我觉得。只要自己觉得好吃就可以上市啊！真的吗？就是要做出自己喜欢的味道、啊，这么任性哦、喔，这才叫特色啊！然后就是要不断做自己喜欢的味道就可以啦，这才叫特色啊！频道也是特色啊，做自己的做出我自己觉得好看的影片呢、啊。哦，你看你们两个批评他的饼，但是他没有信心了。我那我再延个半年，可以啊，再说呗。思康 OK， 我那批评。你们看他的那个上市上柜的时间要延后半年。思康对啊，我那批评，我只是说我比较喜欢棒蛋糕的。没关系啦，没事。你看他，你看他难过啊，你看他走心了。你看你们，阿燕你还好吗？我好像是、欸，你应该没有，你应该没有走心吧？我走心啊。你很走心啊。走心啊。你真的走心了、啊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对、欸。对啊。你是不是走心了？我走心了。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我就在做嘛，对不对？做出。怎么啊，阿姐？没关系啊，这毕竟就是人家说的啊，口味大家喜好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觉得口味不一样很正常啊，没有必要配合别人啊。对啊。没关系啊，阿姐还好啊，就是创业的必经之路嘛，对不对？总是会被人家批评的、啊。你看你们还有阿姐走心了，怎么办？不会啊，她一早好看，她四五点都叫我们起来。对啊，自己也上山。我知道我自己要走的路，我要放弃这条路。为什么要放弃啦？你要怎么样？吃啊？没有啦，我有想过啊。其实我做的东西都没有特别好吃。会吗？没有竞争力啊。本来就不能。你为什么突然变那么负面？没有啊。你为什么变那么慢慢负面呢、啊？他给大家吃，很像大家都很像有点勉强，所以我觉得啊，而且没有都很好吃。不会，可是我觉得你看你们。OK没关系啊，这没关系。你看你们，阿忠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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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OK 啊、没有，因为我有给其他人吃啊，对啊，没事没事。他们给你的评价怎么？就已经知道了，没关系啦、啊，再想想。你看阿忠，你看看你，你看阿姐走心的，是在装还是认真的？他认真的哦、喔，他很认真哎。没有，我只觉得最后一款不 OK 了，没关系啊。你最想酥饼啊？对啊，酥饼我觉得不 OK。那、啊、我觉得酥饼最好吃哎、欸。啊，那你就想很好不一样啊。是下层烤焦了吧？没有啊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它上面的是那种蛋黄的焦，你才会觉得它烤焦。是吗？对啊。阿忠，你看看你，怎么办？买一个 bug 给你吃。不要吃，不要吃。你就知道你跟他我在讲什么。就跟你讲不一样的东西了哈。你看他生气了啦，他生气了啦，阿忠你看你啦，阿忠你看你，好笑，阿姐已经不想说话了，阿姐陷入悲伤情绪，负面情绪，我去这边买一下咖啡，好、啊，你买一下咖啡吧，没有，你先买个、啊、买个茶吧，那我喝开水。我们可以阿姐一起下去啊！你停这边可以吗？会不会累吗？没关系吧，停一下也好。是吧？日本生气我是？谁叫你们？你看啊，你们惹阿姐生气了啦，她说她饼不好吃。我们在给良心的建议。屁！你们怎么可以拿人家的饼去跟外面的比啊？很缺德哎、欸！太兴高采烈，然后是前几天做好，然后带来给我们吃哎、欸。没有，不是昨天吗？我刚刚看他的表情就有点不对，就有点不像他，有点走心的感觉。糟糕了。嗯，就感觉不太对劲了。好、啊，那现在开始评量评价，好吃吗？我觉得这评量真的好吃啊！
不是，我是真的啊！我怎么不行的点在哪里啊？我觉得它应该是下面烤焦了吧？会吗？可不是就要吃那个焦焦味吗？焦就是不对的吧？是这样子吗？是啊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正宗吃起来是怎样，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标准版是怎样。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标准版，反正觉得自己好吃。有些人就是喜欢吃，搞不好你看就是喜欢吃这种。你的焦味啊？对啊，很多人都自己开发，就像那个叫什么罗宋面包，也有人就卖罗宋面包，卖到它好起来还要排队。就像那个、啊、三月堂，不是卖的可颂，也没有和什么正宗不正宗啊。对啊，你看三月堂他妈加各种，他妈还什么柠檬泡泡，想怎么加就怎么加、啊，就觉得自己好吃就好。啊，现在只是打圆场。你看你，你等一下赶快给我安抚他的情绪啊！你看都你害的。啊，阿姐，不要那么难过，我们先洗脚车。我一个。太好了，你买两瓶呢、啊？一瓶我的。你帮我打开一下吗？感谢。他现在去哪里？日月潭呢？对啊，现在去日月潭。那不是很远吗？这一个小时吧。这么远。没有啊，我看你好一点了没有啊？有啊，好一点。应该康复了吧？好圆圆呢。啊，都给你买掉了，该康复了。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不要生气了。我没有生气，我真的没生气。好啦，给你买马丁啦，我给你一起穿。我在思考我的未来的路。为什么这么严重？我觉得很好啊，为什么这么严重？好像弄得好像很那个一样。出发吧，去日月潭。啊！这个啦，象山自行车道是被 CNN 评为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车道。真的假的？啊、好屌、喔！真的吗？可以骑一下哦、喔。全球十大也太夸张了吧？全球 CNN 报道。这有多美？全长三公里，才三公里啊！嗯，路途平缓。可是感觉就没有电动车。那怎么你的头发像是弄那个卷子？啊？你头发怎么弄那个卷子？因为它会那个塌掉啊。现在都用卷子，等一下下车的时候才会砰砰的、啊。那是有卖那个，就是不用卷子，它就再加上那个防虎卷，一直刺到你的眼睛，就是有一个变失明，好像300块吧，一个人。你是不是觉得很怂？你是不是觉得阿妈？没有，我问一下是、哦、六点前要还。有啊，上次就是这样啊。他出去逛新竹动物园，留言说如果他逛新竹动物园逛一整圈，比较便宜。然后人家以为你是东跑，所以你不是说他那边票价不是很乱？对啊。哇，这超美的！日月潭的那个水好好绿哦，不是蓝色哎、啊，它也不是灰色，是绿色，好神秘哦，好幸运的颜色哦。对我来说，我已经中毒了，中毒太深了。阿姐，你们还好吗？还行啊，顶不住了。还不行啊？哎、欸，我发现你们坐后面啊，这根本没有视野可言。对啊，没有视野可言啊。前面的人太高了。坐后面的人就是。只看到旁边呐、啊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只看到侧边。要骑多远啊？我已经肚子饿了哎、欸。你肚子饿了？嗯，虽然骑车的不是我。虽然骑车的不是我，虽然骑车的不是我，但我还是肚子饿了。人要补充香菇、茶叶蛋。好玩吗？黄阿姐好玩吗？我觉得很好玩啊。怎样好玩？很刺激啊！多一点形容词。很刺激。对啊。很刺激点在哪里、啊？我们只要跟人会车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这样
害怕，对，盒子抖一下，是整台车这样晃了吗？我都觉得会，他会车的时候我都要撞到别人了，瑟瑟发抖。对啊，他会车是镜头是这样晃哎、欸，对面也很紧张，又要撞过去。走吧，那我们走上去看，看什么？看那个、啊、展览，不知道那个那是什么游客中心，游客中心盖的那么屌。Go。他说等他脚好，他要去学脚踏车。谢谢。没有，我们要往上走，对不对？大姐带你去巴黎去，这个是一个小时就搞定。我们家那个三个孩子都是那个，我姐那边都没人。可是我现在是大人，我不是小孩。你要偷听，你要偷听别人讲话。我不会偷听，我是大人，我不是小孩。我也想吃鱼欸，昨天不是吃了一条鲈鱼的吗？鲈鱼，阿蛋喜欢吃什么鱼？我超想接的，可我讲不出口。要引诱做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阿忠知道吗？你说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？那你不要说了。阿忠超爱的。我还认真思考，我喜欢吃鲳鱼。鲳鱼是什么？有鲳鱼哦。鲳鱼是什么？鲳鱼是那个《侏罗纪公园》里面那个吧？对啊，是那鲳龙的弟弟吧？鲳雷的弟弟。那鲳雷的弟弟，你照不照？你看到影片会难过，你会把它剪掉、啊。说人家像鲳龙。他说：“你都说，你们都说鲳雷像鲳龙，好难过、哦。”不是我，鲳龙长怎样我都不知道、啊。就侏罗纪公园的样子啊，你大只那个是不是，就长得是肥样啊。去哪里啊？骑回去，骑回去。现在骑回去搭船了。等一下啊，队长，我有个问题哦，那什么时候要吃芒芒啊？什么时候要吃芒芒？你不知道什么是吃吗？妈妈就是饭呢、啊。为什么妈妈是饭？啊，我妈就这样讲啊，我妈的妈妈就这样讲啊。走吧，去。哎，等一下、啊。这也有很多啊。这也有方便的味道吗？嗯。坐了，阿忠，你是不是又想吃松饼了？啊，这个，这个阿姐，我才不要给你吃，我一辈子不要给你吃。吃什么？他还在生气，他还生气。你说他做甜点不好吃了，我只有最后一个批评而已，不要这样。为什么不能批评？不能接受人家批评？还在气？好啦，超好吃的，祝你大卖。好假啊、哦！这里到处都在卖那个、欸、香肠哎、欸。小米香肠，很多山猪香肠呢，你们要不要吃一个？买个小米香肠，买个小米香肠。好，可以吃这样。不要山猪肉。猪会恨你哦。可以啊。猪会恨你。有一个帮我们装起来，谢谢。买饮料。好吃吗？香肠？是蛮屌的，感觉就蛮屌的。重复两次，一样的词。这蛮屌的、啊，蛮屌的，这蛮屌的，哎、欸，这是有点屌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像有点屌，有屌的，屌，屌，烤总统鱼丸，我现在有点吃不下鱼丸，刚刚吃过了，刚吃到吃完了，你吃啊，好，我又来了，啊、又来，只要长得像球类、高类，阿戴都没办法那个。挡得住他的魅力，他挡不住这个魅力。只要是有形状、规则形状类的，他受不了。没有条状物，还有另外一个球状物，就是芋头系列。对啊，你真的很爱吃芋头哎、欸，好可爱啊！那我问你，你有吃过那个麦当劳的芋头
派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，超好吃。但不是有时候有卖，有时候没卖。他现在要吐了，我跟你讲，他是直接冲进去，直接买三个。再来吃啦，吃过吗呀？我有吃过他那个红豆抹茶派。红豆抹茶会吗？芋头派真的超推，鸡推，而且它限量，它每次卖到那个指定的时间，然后的前面一个月，然后都会售罄。它不是冬季才有卖？对啊，我们三个人上次就讨论，就是你还没来的时候啊，我就说一定要买，对啊，芋头派啊，超好吃的。吃过吗？没有，没吃过。哎、欸，又不甜。不是红豆派吗？有红豆派啊，它红豆派比较棒。芋泥派我也喜欢。可恶，想吃。快出了。快出啊！上次那个新闻有出啊，有人在排队啊。现在在排队，对啊，还没出就现在排队，对啊，门口啊，板凳先置好。iPhone 99啊，这有这么好笑吗？哎，我那一天去那个，我笑点只有阿 J get 得到，不愧是阿 J。你们搭完船要直接开车过去啊？他们现在已经在找晚上要吃什么牛肉锅了。听到了什么？几点？听到什么？牛肉锅。下面六点半了。六点半。好，走吧。你这时候才眉开眼笑，刚才在不爽那个阿仲讲你那个糕点的事情。我说很好吃。现在在不爽。有个不爽，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，不是佩佩猪的，不然什么的，说啊，有一天啊，有个男的啊，他传讯给他女朋友说，宝贝，我有70种逗你开心的方法，第一种就是买礼物给你，宝贝就很开心，那然后呢，然后呢，然后男朋友就说，第二种就是69，啊，什么？因为70减1是69啊，就这样，没有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再讲一次。你说，第一个是买礼物啊，然后接下来就69啊。嗯哼，就这样啊，因为第一种加上69就是那个啊，70啊。70，他所以是。好了，我去搭船了。我是搭船了，档次顶不住我。70种礼物啊，然后呢？他送他一个礼物嘛？没有，当这段没有播，我会剪掉。你不播还是要跟我解释一下啊？啊？那你要跟我解释吗？嗯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要传简讯才看得比较出来。好尴尬，好尴尬，我赶快离开这里。